哎呀，妈，你还很疼吗？啊，行，行，轻点，轻点。嗯，说，蛋糕是用来吃的，不是用来扔的。就算他再生气，他也不能用蛋糕来砸人吧？什么行为呀？嗨，算了，别生气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俩回你婆家吧，啊，别到时候让人觉得咱们小气。您都被砸成这样了，我还回去呢？我现在要是回去，那我也太没有尊严了，我就彻彻底底一次受气包了。行行行，我不回。受什么气？你婆婆不是也气得肺都快炸了吗？她又不是诚心的啊，听话。她不是诚心的怎么了？那她也没这么干的呀，她太过分了。你说我前前后后我跑了一个星期，我为了谁呀？我花了钱受了气，没人能够理解也就算了。我总不能让您白挨这一下子吧？没事儿。哎呀，本来我不想让你们去的，他非得请。那合着你们去就是为了挨砸来了？就没他这么干的。不行，您也别劝了，你劝了也没用。别眼前花似的在这晃来晃去，我这心里就够乱的了，更乱了，真是。哎，这回可真没我啥事儿啊，嫂子，你总说我添乱，这回怎么着？咱可是有脸有皮的人，自动回避了。哎，这结果怎么样？天下不正要大乱了吗？我叫你干啥来了呀？让你看笑话来的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说乱了套了吗？我才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二姑妈，您少说两句啊，就是帮了最大的忙了。我没说什么呀，我不像某些人净干些不该干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走吧走吧，回去吧啊。哎，这不亮的。哎呀，你看你妈，你看你妈干嘛啊？你自己把亲家母给得罪了，你朝我撒什么邪火？我来。哎，行，妈，砸已经砸了啊，你就别跟二姑妈较劲了。我没这跟她。你干啥呢？你还不去你丈母娘家把你媳妇儿接回来，顺便给你丈母娘道个歉，这事也就完了，行吧？我不去。哎，你不去我去啊？我没脸去，妈。人家俏俏好心好意给你和我爸办个结婚纪念日，岳父岳母还挺配合的，出钱又出人。您可倒好，咔嚓一个蛋糕把人给砸过去了。您砸的可不是蛋糕，那是人一片心意。我哪知道那个臭不要脸的徒弟要来呀？来都来了，您动什么手了？不愿意看，您可以不看呐。再说了，那饭店有的是盘子啊碗呐，您扔。不是，我不是鼓励您扔盘子和碗。那您不能用我老丈母娘送的蛋糕把人给砸过去吧？啊，粗鲁，粗鲁，粗鲁，这文明词你也不懂。哎，待会儿再跟你说。我那前不是急了吗？啊，你人急的时候，我还分什么盘子碗蛋糕？那不抄起啥就是啥。我砸的是图钉儿。那谁知道俏俏他妈那前进门啊？那不就不偏不斜砸他身上了？我愿意啊！是，再说了，你说又不是啥金婚，又不是啥银婚，一个破结婚纪念日，我说不过吧？是不是你和俏俏来的？哎呦，过吧过吧，那我劝得住吗？过了出事儿了，你们现在都怨我，那我还委屈呢，我怨谁去啊？再说你那个俏俏，切！我让他看着徒弟和饭碗，他给我看成啥了？还给我看成个正式男朋友了啊！我在亲家面前，我有脸吗？我还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别去接他了，不，他回来我也不让他进门。我，你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你？我就不讲理了，怎么着吧？妈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只要我跟黄峰说分手了，你就同意我跟徒弟儿？我说的。那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你傻呀？我要不那么说，你能跟那土老帽分开吗？我这么说不就是为了拆散你们吗？这都听不出来呀？哎，你这干啥去？拎着箱子？哎，说话！我给俏俏送东西去，人家不回来了。爱回来不回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什么呀？
黄蜂收那孩子和小婉的事是你给搅和黄的。哎呦，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呢？我不是来劝你的，这次我是支持你的。你支持我？你怎么支持我？我支持你回娘家。这次不单咱回，而且要常住。什么时候我妈反省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？那得多长时间啊？这个不好说吧，也许一天，也许半年，可能还一年，主要看我妈。啊啊什么呢，媳妇儿，不用啊，记住了，这次无论什么情况啊，只要我妈不认错，你坚决不能回去。本来我还在想啊，你来了以后我肯定会发一肚子牢骚，可你这么一说吧，我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媳妇儿，记住了，什么都不用说，记住一件事情，我是谁呀？我是你老公啊，老公对你不好，谁对你好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嘴呀？啊？嗯，我看我呀，就是栽在这张嘴上了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回屋，好好的感受一下我这张嘴。哎呦，啥？都离家出走了？我要是翘翘，我也走。别呀，师傅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有问题咱解决问题，你就不能老不回家离家出走啊？是不是？你还以为你没断奶的小孩呢？这么不负责任！说什么呢？啊，行行行，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就算现在你断奶了，断奶了你也得负责任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说我怎么娶了这么个老婆呀？好好一顿饭还没吃呢，结果是儿子也不高兴，闺女不高兴，儿媳妇也不高兴，亲家还不高兴。我都快离家出走了，跟你说。对了，有了。嗯。喂，小李啊，那个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，你给我准备一套帐篷，一个行军床，一个礼拜的吃的和水啊，赶快，越快越好，给我送到公司旁边的那个茶楼里来啊。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师傅想干嘛，徒弟就得配合呀，这叫主席挥手，我前进。别说出走了，说咱上山，咱装备也得有。不是我没说真走啊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出来，说到就得做到，是不是？不走不行，必须得走。不是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啊，感谢，您还没想好呢。啊？讨厌啊！起哄是不是？我起什么哄啊？我这不是配合你吗？哎，对，我给你看一个能让你高兴的东西。噔噔噔噔，看到没有？这照片上面的帅哥美女是谁？哇！哎呦！这么久的照片你还留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呦喂、哎，你看这小伙儿啊！嗯，当时戴个眼镜可帅了，显得特有文化。这姑娘也漂亮啊！不，你说这俩多，去不给你们搬配？我来不是替我妈道歉的。从今儿起，咱俩正式同居。同居？哎呀，昨天还都是亲生儿女啊，今天这一转眼啊，成仇人了。不是我说你嫂子，你就是太霸道。我要是亮子，我也这么干。那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又不是冲着翘翘他妈去的。那我砸的是那图钉儿。
你冲谁也不行啊，冲谁你也不能动手啊。咋的？我一时冲动呗。哎，你说我是那脾气暴躁的人吗？是。哎呀，你就不能说点安慰我的话？我现在要不是你这头的，我早走了，知足吧你啊。那现在咋办呢？你说，弄成这样，你要早能这么想，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现在这就等于办了一件丢车保帅的傻事儿啊！哼，车都没了，帅不也完蛋了？那问题是你现在这么搬过来以后，咱这事儿性质就变了呀。怎么变了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原来呢，咱俩偷偷摸摸的，那就是我追你，对不对？你妈知道了以后，那充其量骂我一句臭不要脸的。那现在你这一搬过来，咱就一下就变成了非法同居了，警察那边咱就先别说，就说你妈要是现在冲进来，就能把我弄死。你就是怕我妈？那你就不怕我跟你黄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啊，你妈她脾气你最清楚，对不对？我就怕这事儿最后弄得不可收拾了，那咱俩不就真完了吗？咱俩还没完呢。今儿这事儿都闹成这样了，反正我现在什么都不怕。你是不怕了，我的意思是说吧，你，咱们总得把眼光放远一点，咱们得放长线钓大鱼啊。图丁同志，线都断了还钓什么鱼？不是，哎，我都不怕，那么怂啊？我不是怂，你是软蛋。好好好，我软蛋，那我软蛋也是为咱们俩好啊。哎，行行，这事儿就这么办。怕死就不是英雄好汉。你要害怕，要不然你住宾馆去。哎呦，我就奇了怪了，有我顶着呢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怕，我有什么可怕的呀？你女的你都不怕，我一老爷们儿，我怕什么呀？我怕不就同居吗？谁没同过居呀？这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要不然你干嘛去？那个，睡客厅也算是同居。啊，不是，都没回来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看电视？哎呀，这家跟你没关系。我不是不知道他们上。哎，你跟着我干啥呀？哎，不，哎，你这个点儿了，你说你怎么还不睡觉？平常你这时候早睡了。哎呀，饭碗也走了，翘翘也走了，你说我能睡得着吗？我不说你，除了家里啥事你关心过吧？不是我，你什么你？结巴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我这是。拉倒吧，你装你都装不像。除了那个破棋，你说这家你关心过吗？不行，我得给范文打个电话。哎，不，你干啥老跟着我呀？我吃多了，这溜达溜达行不行？范建国，我给你出道题吧。那你说，你知道啥动物，啥事儿也不管，啥事儿也不问，就知道吃，就知道睡啊？猪。恭喜你答对。哎呀！又关机，又关机。
哟，爸，嗯，你怎么做上方便面了？我妈呢？我搁一起来就没见着。回家，哎呦喂妈！小孩啊，你给我留点脸吧！你这是爱我吗？你这不害我吗？我是你妈，我能害你吗？我害你长大的呀！跟我玩离家出走，你以为我找不着你啊？我也不问您怎么找着我的，你要上我们单位问，你跟我说一声啊！我星期一上班，我也有个心理准备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第一回，你再有一回，你信不信我把这点了？哎，信，您什么干活？回家穿鞋呀！对。自个儿说，啊，我拿个喇叭在小区里头喊你嫌丢人，啊，人家秃钉没勾搭你吧？你自己送上门，你不觉得丢人呐？你啥意思啊你？我愿意，你愿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这你闺女啊，这么大人了，没羞没臊吧你？你胆越来越大了，你将来还有啥事儿干不出来啊？反正这事儿是我自己愿意的，跟人秃钉没关系。哎呀，你倒是敢做敢当哈、啊。那你说说，昨天晚上他那啥你没？那啥呀、啊？那啥你？哎呦喂，没有。你说实话，你爱信不信？不是，你不看见了吗？我在卧室睡的，他在客厅睡的。那是铺了俩被窝。那昨天晚上谁知道你？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你这有这么问话的吗？你怎么不害臊？你这我是他妈，我得对他负责。你呢？啊，闺女连管都不管，她不是你闺女啊？才是！我告诉你啊，范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一个月不许给我出门。我跟你们单位打电话。哎，你一个，你要不同意我跟图丁，我这辈子都不出门。行，你有种，有种你把那门关上，你一辈子别出来。什么姑娘，越打越不听话，你也不管。哎，我说那报纸能看出花来呀？更年期，自个儿连班都不上了，这看来是要论持久战呀！哎呀，也不知道我上辈子得多讨人厌呢。我身边这女人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一个比一个犟。我姐这回啊，那算是铁了心了啊，非得跟我妈较劲到底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！哼。倒霉的是我，好不好？这些个倔驴都让我给赶上了。你不犟，要不
要不你回来，我都想你了。哎呀，我是被逼的呀。我现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妈。哎呦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坚持了那么长时间，没想到事情越办越糟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亮子，亮子，起床，起床！哎呀，亮子，起来吧！哎呀，哎呀，起床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，妈？你这是啊？干什么？你说你懒得还在这死睡，你睡能把媳妇儿睡回来，去接你媳妇儿去。您还怪上我了？我要不是因为您，俏俏至于走吗？再说了，我可不好意思再去接了。你个死孩子，你还怨上我了是吧？怨我，这些事儿都是我弄的是吧？哎呀，可屈死我了我！你说我为谁呀？我不为你们，我为了你们操劳了大半辈子，到头来姑娘姑娘不省心，儿子儿子老埋怨，好容易弄个媳妇儿吧，挺好，你还大包小包给人送回娘家去。行，这一大早的，那我不活了，我死去得了。行了，我的妈妈呀！我最怕您这样，那大清早上死啊活呀、啊！我去接还不行吗？我去接，那个，但是我跟您说啊，那您得等等。等几天啊？怎么得等个三天五天吧？翘翘无所谓，关键是翘翘他妈得消消气儿。一天，一天，那一天还是您去吧，我是没这本事。哎不，两次，那一天半，一天半。天哪，这大饼到这么粗！哎呀，妈不让你吃了吗？就剩这些了。哟，我哪来的这福气啊？妈，一个人待着闷的。那您慢点啊。哎，来，我没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回去吧啊。回哪儿去呀？我自己家还没装修呢。慢点啊，别跟妈说气话。当然是回你婆婆家了。你说这亮子也是，还支持你，把你这要用的东西都带到这儿来。哎呦，那说明啊，亮子也认为他妈做的不对，所以我不能回去。哎，老师，你老撵他干什么呀？翘翘，就在家住着，甭听他的。嗯，彭校长，别跟着捣乱。怎么了？哼，他那个婆婆也太嚣张了。咱们闺女还要在他们家生活好几十年呢，就这么一直忍着，一直退让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哼，我的闺女有错，我可以教育她，但我不能眼瞅着她拿蛋糕砸你，让我女儿受委屈。哼，小娇，就在家住着，她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赔礼道歉，什么时候再回去。行，我就听爸的。哎，你同意了，人家亮子家同意吗？嗯。回去啊，听妈话。嗯，肯定是凉了。哎，行了，妈，这事儿啊，您就别操心了。反正呢，今天啊，谁劝我都不回去。巧巧，还好吧？你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我已经打算豁出去了，你一定要扛住。婉儿。我是真快挺不住了，你不知道，经你妈这么一闹，我都快成我们小区名人了，就差有人找我合影了。哎，这我出门现在都得等晚上才能出去。不是，越到这种时候吧，你就越得坚持住，是吧？要不然这名儿不白出了，你说是吧？哎呀，你说那天妈咋就……我这个臭脾气呀、啊，就我自己都烦我自己。你说，哎，不是，不但妈也不是那意思哈、啊，妈心是好的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。妈就是更年期太长了，这脾气就是老控制不好。以后妈改啊，妈改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您这么一说吧，
我不好意思了。这有啥不好意思？以后就那样啊，只要妈哪做的不好，你立刻就提出来，你一批评妈就改正啊。我哪敢呢？啊，你看，哎，好，好。那个，你妈还生气不了？不会了，这你一点也不生气了，这事儿都过去了。其实那天我回我妈那儿啊，我妈就跟我说了，你赶紧回你婆婆那儿去吧，别让她着急了。哎呀，这文化人啊，就是开朗、开明，我得好好跟她学学。没有没有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。哎呦，谦虚。来，咱娘俩坐会儿来。哎呀，巧巧啊，你走这几天呢，妈也一直在想啊。你说我吧，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这炮筒的脾气，哎呦，再加上没啥文化，跟孩子老是处不好。像你妈呀，你说我教育出来那饭碗，你看现在那饭碗跟我就跟见了仇人似的，两个眼睛瞪得恨不能一眼把我瞪死。其实也没您说的那么严重。饭碗啊，就是当时过不去，就下不了那台阶。这没您说的，他不会恨您的，真的不会。哎，巧巧，他跟没跟你说过，他心里挺难受的，挺伤心的。嗯，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真的是挺爱图钉的，挺在乎的。哎呦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说这个图钉离过婚，对吧？长得又不像电影明星那么帅，又没啥钱，他咋就非跟他不可？你说，哎呀，妈，说句实话啊，这感情这事儿吧，其实跟离没离过婚、有没有孩子、长得好不好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图钉他那婚姻失败也不一定就是他单方面的问题，关键在于他们俩在一块儿，哎，能不能过到一块儿去？开不开心，幸不幸福？嗯，不是他，范马跟图钉跟你和亮子那不一样，两码事儿。可是我觉得范马跟图钉的感情一点都不比我跟亮子的差。那他俩没有你俩处的那么久啊，那时间不长。是，他们谈恋爱没多长时间，可是他们认识也有两年了，也不短了。不，那个，巧巧啊，你说，妈要是硬把他俩分开，那饭碗会不会那个？会。真的？嗯，反正我要是您呢，我不会这么做。那为啥呀？因为我宁可他们俩在一块儿没有多少钱，但只要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，就像您跟我爸那样过一辈子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我说外语了吗？你没听懂啊？您同意我跟图钉了？对啊，你不乐意啊？哎呀，婉儿啊，听妈跟你说哈，本来呀，妈开始是不同意来的，但我不是说跟你们所有人都作对，你说，他妈就是觉得不合适。我好好一黄花大闺女，弄她一二手货，这不合适吗？后来亮子、俏俏都劝我，你爸这也劝我。我想了想，说最近咱家真是发生不少事儿，你这不少事儿都跟他有关系哦，因为他一个人把咱全家弄得鸡犬不宁的，那不值吗？再说了，你闺女这小母女的脾气，我不同意也得行啊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可想好了啊！你要能当好这后妈，那就随便你吧，你就想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妈，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呢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回你妈可真不是满嘴跑火车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她不乐意。不乐意，你俩说拉倒吧，拉倒，拉倒，拉倒。乐意，乐意。哎呦，我为这事儿都快把自己搭进去了，我能不乐意吗？
美死你！哎呦，亲妈，这是我亲妈。你个傻丫头，我要是你后妈呀，我早同意了。不就是因为是你亲妈为你好吗？这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哎，妈跟你说好了，妈现在同意归同意了，有三点啊，就三点。这三点她要做不到，那这事儿没完。哎，做得到，三点，三万点都同意。第一点。你俩要真好了呢，他这小子不能记妈的仇。他敢，他要记您的仇，我就跟他离。好。第二，他那个前妻绝不能来骚扰你们，这必须的。这一点我和您想的一样。第三呢？啥来着？忘了。啥来着？我想想啊。哎呀，都是你下棋下的，你看你这把我那事儿都想。行了行了。你要先听哪个？我先听坏的吧。坏消息是，我妈不同意咱俩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你听吗？我听。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骗你的。土地儿，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了。娃，你别骗我啊。我都快到你小区了，你出来看看我是不是在骗你。你知道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什么？你是说饭碗和图钉吧？还有呢？还有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错。错。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幸福地拥抱在一起。 No no no， 幸福是Thank you.
喂，啊，啊，你说，哎，没事儿，我没睡呢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说，没事儿，我没，啊，俏俏，啊，那我先挂了啊，就是。爸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上厕所呢。不是，嗨，这是他二姑妈，没。啊谁呀、啊？这大半夜干啥呀？这是不是他二姑妈呀？跟他闺女吵起来了，吵特厉害。又让你去是吧？是，我我得去劝劝去啊！这说那个闺女好像要离家出走了。亮了，快点快！啊啊！你待会儿那个陪你爸去趟你二姑那儿。不用哦，那我下去送去。哎呀，你还不了解他吗？人越多越抽风，行，我换衣服。不能说你这个妹妹，我跟你就不靠谱，大半夜这不折腾人呢吗？还得一件衣服，快点的。哎，娘，回去吧啊！别，我这开车送你去吧，完你。你回去吧。不是你劝完下来，我等你，我不上去。去送送，慢会儿回去吧。你不知道你二姑妈那人。他这小心眼儿，他的事儿不会让人知道。嗨，您不说他怎么能知道啊？走吧，天这么黑，我惦记您。回去，你回去吧，行吗？没问题，回去。那行，那您慢点啊。走吧，走。哎，得，你身上有钱没有？有啊。对，给我点。我估计吧，他你二姑妈的到现在没吃饭呢。我带他吃碗面去。哦。不是，这还有吧？还有完？不是，干嘛？对，爸，你吃碗面拿这么多呀？不拿这么多，不多啊。不是，嗨，不是，万一他要是想吃个菜，我身上没钱，多寒碜啊，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千万别告你妈啊。你妈那是心疼钱，你放心，那钱我还你。你拿什么还我？走，走了，爸，你慢点。哎。那你，你爸走了？走了？他去哪儿了？找我二姑妈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送他呀？他不让我送啊。他为什么不让你送啊？他不是去找你二姑妈了吧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老人自有老人的面子，我老跟他瞎劝什么呢？再说了，你说我爸要是撒谎，那也不能撒我二姑妈头上去吧？就他妹妹那嘴，比脚都大。好吗？不知道就瞎说呢。你要知道点什么秘密，那不还广为流传啊？你太敏感了，你太迟钝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儿你不能让你嫂子知道，听见没有？你要让她知道，我跟你说，从此以后，咱俩谁都不认识谁了啊！从今以后你就没你哥了，听见没有？啊，那个，就我那徒弟王美娜，他那有点事儿啊，我爸妈马上就回来，啊，行，那等我回来以后给你好好解释啊。那就这样挂了啊，哎，谢谢啊，师傅。师傅，怎么了，美娜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之前还说您离家出走呢，这会儿轮到我了。瞧你！哎，你带钱没有？带了。快跟我走。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你看不出来呀，这还用说呀？他是我爹爹。小姐，这是规定，两个人住必须要出示各自的证件。哎呀，我要不是身份证和钱包都忘带了，我还至于在门口晃悠大半天呢？不是忘带了吗？对不起，忘带了可不行。没事，哥，用我的啊，有什么事我来负责，好吗？对不起，两个人住必须要出示各自的证件。
哎，你把我们想哪儿去了？你怎么想的那么复杂呢？你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我们这儿规定。哎，姑娘，你弄错了，我不住，就他一个人住。您的意思是，用您的证件登记，但您不住是吧？对呀，你不能让他回头睡大街上，是不是？你不行，我给你摁个手印，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就行了。行了，不住了，不住了。那我请示一下经理，您稍等啊。哎，谢谢。请示经理，谢谢啊。请我住都不住了。行，这些人就可坏了，老把人想往坏了想。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说了不住了。行，那你到大街上去啊，你今晚上睡大街上去了。